戚去打，又係有個關嘅關雲線打嚟得。嗱，好多自己唔夠膽去打，人個某一個位置自己會將隻手去用右手去調整翻個軌跡，個軌跡係錯嘅。喺個位置裏邊，我入咗嚟之後，我起手嘅時間嘅動作喺呢個動作裏邊，因為咧，我一口氣嘅動作多，一口氣嘅包埋線埋位置 ，OK？ 你有嗰時夠膽打呢個位置嘅話，喺個位置裏邊翻轉人點做？好簡單，我動作一口氣嘅。但係你嗰時你哋嘅過程裏邊就喺呢度啊，想教你嚟到呢度，有冇咁嘅感覺？嚟到呢度先至去打，係咪嗰個弧形係錯咗？所以咧，你要入去打咁大嘅弧形咧，你都係要注意你自己個嗰個幅度喺邊度。但係你睇你自己喺個球入點裏邊講咩？點樣可以令對方把劍同你壓制住之後，對方會開咗把劍俾你打？呢個感覺就係最緊要就話喺呢個位置可以入去就係呢個咩嘅能力好強嘅嚟打嘅。佢反抗係好強嘅實力去打，但係如果喺呢個時間入去好強嘅話，我引導佢上嚟壓翻我男神，我上嚟個係嘛？打到唔算大，就係需要你自己先放到隻手係隨便賣出嚟，打上面打埋 ，OK？ 好，注意下我哋好多嘢。